最後入閘天火同仁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四場賽事三班一千短途，大熱是二，準備。黃旗已經舉起，好，你一起步的時候前面快的馬內欄位置精彩用事，但是魏多福三幾步騎了上去，騎埋上去令財咪一齊鬥肥啊！第四位天火同仁，第五位橙帽就非凡，出面英雄豪邁啊！後面四隻黃衫黃帽尾四是加州得力啊！後面三隻心花放啦、六三精選威啦，暫時殿後咧係嗰只八心之威嚟噶。好啦，過埋呢個六百米段處啦，魏多福外邊令財咧就喺埋邊咧一路頂佢啊！再後邊嘅第三位咁啊有精彩用事。第四位天火同仁，內欄第五橙帽非凡，出面紅衫第六位咧，仲有呢只英雄豪邁啊！後邊四隻加州得力、黃衫尾四入直路啊！後啲嘅馬八心之威嗰啲，最後二百零米啦，前面令財已經過咗魏多福，外邊天火同仁冚，入邊爭位上仲有非凡，出面上跟嚟只英雄豪邁，大外檔加州得力啊！最後百零米啦，見到透出嘅馬天火同仁，埋邊非凡，三幾個字母將佢追過，出面加州得力，非凡贏得相當輕鬆添啊！跑第二名。是那隻天火同仁啊，至於第三名加州得力，第四名英雄豪邁啊，今早賽事令財魏多福一齊鬥放，咁啊形成咗有啲追嘅馬咧又跑得好啊，非凡贏馬跑第二名天火同仁，第三加州得力，第四英雄豪邁。OK 哥啊，殺得勝起啊！非凡啊，好耐冇贏啦，今晚咧勝出啦，5.7倍，臨尾都再落少少飛喎、啊、跑第二名咧就六號嘅天火同仁啦，咁呢只都係落飛馬嚟嘅，騎師就係何銘年啦。二號嘅加州得力蔡明少，第三、第四咧就係四號英雄豪邁潘頓。啊！睇布文跑馬真係上心落市啊！呢場都係一絕嘅發揮啊！今季第一次贏啊，非凡。真係場場有啊，布文。頭先未過關前啲位置點咁熱啊！最後5.7倍 win 啊！因為天火同仁都有啲機會啊！係啊，咁啊初次用阿何銘年又有啲火花喎，真係啊，有啲轉變啊，只馬。因為臨尾都落好多飛啊，天火同仁。好接近嘅頭二馬。啊！令財同魏多福啊，你又唔讓我，又唔讓你，大家鬥走咁啊，冇辦法啦，兩隻都發揮唔到啦。咁啊，連馬師同副鏈就影頭馬相啊。所以加州得力嘅臨尾嗰幾步其實都追得好勁嘅，不過就為時已晚啦。三揀一嘅預計派彩，勝出最後係 A 二格夜半熱門派26.5。睇翻個直鏡，一起步比較慢啲嗰只心花放啊，去到彎位都幾論盡嘅，縮咗落後邊啊啲精選威啦，八心之威亦都喺後邊啦，前邊一對鬥蕭啊，令財加埋只魏多福入邊咧就精彩勇士，守住個第四位天火同仁臨尾落好多飛啦，英雄豪邁用翻啲啱啲嘅跑法，咁啊入邊就非凡，後邊嘅加州得力、心花放咧都繼續係好亂濃嘅，喺曬後邊精選威同埋嗰只八心之威。阿新智威都唔搶咯，一起步就縮咗落個尾度啦。反而扣女又跑得好喎，呢只天火同仁咧突如其來咁啊，交翻呢個表現嘅步速就當然偏快啦，因為頭兩段都兩隻馬咧都係華將咧就狂走啊嘛。魏多福以及令財布文就守風順啦，因為其實呢個位有啲危嘅，咁但係好彩咧俾佢魏多福力弱啦，俾佢賺多個位出嚟咯。咁啊今晚亦都守風咁順咧，所以啲馬都零舍自己都唔使揾位嘅穿上嚟。天火同仁就 OK 啦，交翻水準啦，亦都咧加州得嚟，亦都係啊。分段時間頭段12秒37，第段21秒01，末段23秒09，賽事完成時間56秒47。